古丝绸之路上，数千年间，各种宗教东来西往，他们在中国的新疆交汇融合。吐鲁番一处小小的村落里，至今保存着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仙教等多种宗教遗迹。今天的新疆地区，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建筑遗存、经文典籍，都诉说着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新疆各种宗教，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彼此互鉴、彼此融合，与所在社会不断相适应的历史。凌晨四点的洛阳，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白马寺的僧人们已经穿戴完毕，早课是一天的开始。这样的诵经礼佛声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白马寺始建于东汉初期的公元68年，制作于14世纪的元代石碑，至今依然矗立寺中。斑驳却依稀可见的文字，记载着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神秘传说。公元64年的一个夜晚，东汉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梦见有金光闪闪的仙人自洛阳西面飞进他的寝殿。次日，刘庄迫不及待地询问大臣该如何解释这一怪梦。大臣回答，在西域有一位神仙被称为佛，陛下梦见的大概就是这位神仙吧。随着佛教在西域的盛行，信奉佛教的大肉之人经常到中原向汉朝遣使纳贡，与此同时呢，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这个佛教的信息。汉明帝呢，有一天夜梦惊人，他认为这是佛陀给他的启示，于是呢，很快组建了一个使团到西域寻求佛法。按照汉明帝的旨意，寻找佛的使者，沿着100余年前张骞开辟的道路，穿越广袤的西域，苦苦寻找。偶然间，使者们在西迁的大月之领地遇见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和竺法兰。使者立刻代表皇帝邀请两位印度僧人前往洛阳弘法，佛经佛像由一匹白马来驮载。这个历史的细节成为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白马驮经。近2000年后，白马依旧守候在寺院山门之前，一如他从西域刚刚抵达洛阳的模样。喜出望外的汉明帝下令在首都修建佛寺，并以白马为名。这也是中国最早由官方修建的寺庙。舍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讲经弘法，他们将佛说42章经
翻译成汉文，成为印度地区正式传至中国的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典著作。2000年的晨钟暮鼓，时光流转，佛陀西来的颂唱从此开始融入中华文化的沃土。摄摩腾和竺法兰也将各自命运的终点留在了白马寺。在西域和中原之间的佛教交流中，有西来，也有东往。刻字儿千佛洞前，现代的中国艺术家以沉思的姿态来刻画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身影。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的龟兹，佛教盛行。耳濡目染的鸠摩罗什7岁出家学习佛法，10余岁便被龟兹王封为国师。聪慧少年，最终成为影响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翻译大师。古代龟兹曾经创造出灿烂佛教文化，富庶的信众作为供养人，为这些气势恢宏的佛教艺术创作提供着充裕的物质基础。苏巴什古寺是新疆地区现存的最大的佛教文化遗迹。隋唐以前，这里佛事兴隆，翻火不绝。从中原和西域来的僧侣多达1万人以上。这座讲经台或许在1000年前目睹过鸠摩罗什的身影。历史记载，他曾在此登台讲经，引发了龟兹各地人们的敬仰与赞叹，从此名扬西域。公元384年，鸠摩罗什到达甘肃凉州。在此弘法17年间，鸠摩罗什掌握了汉文，并取得了极高的造诣，甚至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方言，鸠摩罗什也悉心学习。公元401年，57岁的鸠摩罗什受邀前往长安。由于他精通西域各方言和汉语，许多内地的汉文佛经在鸠摩罗什看来与原意相差甚多，便决心主持重译。西安的草堂寺是中国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译场，也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的起点。这里曾经烛火通明，鸠摩罗什与数千名弟子们昼夜不息工作，达10余年。史料记载，他们分工极其细致，一整套易经工序，从梵文考证、
翻译汉文，文字记录，文学润色，释义检查，到教刊阅读等等。作为语言与思想的大师，鸠摩罗什率领僧众在十余年间翻译了约400卷经文。他翻译的佛经释义准确，韵律悠远。鸠摩罗什创造的音译法为中国汉语增加了菩萨、神通、欢喜、菩提、舍利、涅槃等千余个优美词，直到今天都还在广泛使用。以佛教为起始，古代西域的各派宗教在历史上几乎都曾经担负过与中原地区实现思想与文化交流的使命。宋时记载，高章回鹘在公元984年派遣佛僧、摩尼僧和婆罗门教徒前往宋朝朝贡，在高章回鹘与中央政权的交流中，各种宗教要素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内容。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地区出土的古代文书中，《衣物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用于记录死者随葬品名录的清单，同时也书写大量宗教术语，以证明逝者生前的虔诚，祈求在冥界的平安。比丘果愿敬以五道大神，佛弟子孝资，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汲汲如律令。这份文书的主人生前信奉佛教，但五道大神却是道教的神明，汲汲如律令更是典型的道教用语。此时已传入新疆地区近400年的佛教依然在不断与中国本土原生的道教相互融合，这样的借鉴与融合在新疆各派宗教中几乎都能找到。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包容、开放、接纳，强调和睦与仁爱。正因如此，各大宗教在中国历史上都经历过相互借鉴、彼此并存、不断适应和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吐鲁番盆地的万千沟壑中，吐玉沟大峡谷从北向南把火焰山纵向切开，峡谷中的吐玉沟村，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许多生土建筑至今依然在被人们使用，这几乎是人类最早的建筑方式之一。
这座唐代寺院，直到21世纪初，因山体坍塌而意外重现人间，才让我们得以目睹它最接近唐代时期的原本模样。吐谷沟大峡谷留下的壮观景象，印证了古代文献《西周图经》对吐谷沟的记载。这个峡谷内，曾经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香火缭绕，梵拜齐鸣。吐谷沟麻扎是大峡谷内与千佛洞遥相对望的伊斯兰教遗迹。麻扎在维吾尔语中是墓地的意思。作为晚于佛教近千年传至中国新疆的伊斯兰教，许多重要场所均是直接将佛教场所进行改造。吐谷沟麻扎建筑中最重要的廊柱基座便直接采用了原有的莲花构建，这是典型的佛教符号。麻扎四周的悬挂物代表着世俗的祈愿与祝福，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回鹘人曾经信仰萨满教的习俗。古老麻扎中隐秘的洞穴是燃灯之所，信徒们在洞窟内点燃长明的油灯，据传已经燃烧了数百年。灯火的熏烤让内壁呈现厚重的黑色。燃长明灯在佛教中十分普遍，在崇拜火与光明的仙教仪式中同样十分重要。这座上千年的墓地遗迹中，已经为历史保存下萨满教、仙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记忆。小小的吐谷沟村如今依然恬静释然，它让我们目睹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也让今天的世界对新疆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感知。And in this area, in this oasis, it was a very cosmopolitan, pluri-religious place where you can have, in former times, also Nestorian monastery. We had also Buddhist monaste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Islam arrived in this area. So I mean, this is a rule in the Silk Road and in Xinjiang that people can meet because of syncretism and because they found in each other common values. 隋唐时期的西域高昌地区，一如中原之风，开明大度，接纳万千气象。不仅从中亚、西亚传来的宗教再次扎根，自中原反传而来的汉传佛教同样受到欢迎和接纳。在吐谷沟村一座寺庙倒塌的堆积层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古代佛教经典《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篇。卷首的文字透露着这卷经书的特殊身世。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一件迄今为止存世年代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残卷，正是在上个世纪被人们在新疆吐鲁番土峪沟石窟中发现的。在吐鲁番的土峪沟村，两件关于玄奘法师的重要文物隐隐透露着玄奘与高昌一段特殊的往事。土峪沟大峡谷数十公里外，高昌古城见证了高昌王国高度发达的繁荣社会体系。唐太宗时期，这座城内寺庙林立，平均约100人就拥有一座佛寺。高昌国王更是笃信佛教。这座高高的法台曾经万众期待。前往印度途中驻留高昌的玄奘法师便在这里向众生宣扬佛陀的教诲。当时的高昌的国王叫居文泰，对佛教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国王。居文泰呢，就听说玄奘要到西天去取经，就把玄奘接到了高昌，他请玄奘在那儿讲经说法，他就希望玄奘留在这个高昌，甚至不必到印度去了。但是玄奘到印度去的决心非常大，他说我坚决要去。居文泰一看就答应了，就说玄奘我们结为兄弟。然后呢，居文泰为玄奘就准备了许许多多到西天取经的物资，所以这玄奘就在居文泰的支持下就往西边继续往西边前进。在维吾尔族的历史上曾经信仰过多种宗教。如果时光倒流至公元9世纪至13世纪，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回鹘人建立的高昌回鹘政权，成就了古代西域多种宗教并存的顶峰。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仙教、萨满教长期共生共处。回鹘人最初信奉萨满教，后改信摩尼教。到了高昌回鹘时期，佛教又接替摩尼教
成为主要信奉的宗教。根据《宋史》记载，公元981年，北宋朝廷官员王延德到访高昌地区，他目睹并记录下佛教、摩尼教、景教各持其法的现象。火焰山河谷西岸的断崖上，博兹克里克石窟从公元六世纪开始修造，先后历经南北朝、唐、五代、宋、元，长达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是回鹘佛教艺术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艺术殿堂。各时期的洞窟壁画上，既有佛教内容，也有摩尼教内容，许多秘密隐藏其中。在最外层的佛教壁画层下，研究人员意外发现了年代更早的摩尼教主题壁画层。崖壁上近百个洞窟内，类似生命树的壁画内容，十分符合古代摩尼教的特征。在公元九世纪，回鹘人从漠北迁徙至新疆后，回鹘民众纷纷改信佛教，但回鹘王室依然尊奉摩尼教。因此，博兹克里克的诸多洞窟壁画也有了摩尼教和佛教的内外两层。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前往元大都觐见皇帝的旅途中，途经新疆地区。他这样介绍他看到的喀什城：居民们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If you look at cities like Kashgar, and many others, you can see actually that they are the site of many, many religious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I mean, of course, the history is long of cities like Kashgar, and it shifts over time. But for many centuries, you can see like a coexistence of Buddhist temples, of mosques representing the Islamic faith, of Christian churches, and some other religious communities.And the question now, why are there such an exceptional religious diversity? Because, I mean, these cities, they were in some ways connecting much of Eurasia.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后，也逐渐融入了新疆各民族传统信仰与文化。每年的古尔邦节，喀什的艾提嘎尔清真寺广场，各民族的信众们会遵循古老的传统，跳萨马舞来庆祝节日。萨马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萨满教。作为曾经信仰过的宗教，古老的音字
穿越了数千年岁月，始终保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内心深处。在维吾尔族的传统风俗中，婚礼意味着喜庆和祝福。音乐、唱歌和舞蹈之外，过火的风俗是让新娘坐在毛毡之上，越过火盆，正是古老的仙教遗留下来的重要痕迹。哈萨克族家庭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会用火来祈求辟邪，祈求孩子健康平安。火可以带来吉祥和安康。在哈萨克语中，族人对有名望的长辈尊称为火的兄弟。新疆许多游牧民族在牛羊转场时或迁徙时，都会点起火堆，希望即将开启的旅程一切顺利。在新疆，各种宗教相互融合，其中佛教的影响则更加深远。许多古老的清真寺中，艳丽华美的莲花被绘制在最显眼的位置。莲花在佛教的教义中意味着圣洁和光明，这是在清真寺设计和建造时有意而为之的借鉴性设计。在新疆地区，这并非偶然现象。喀什地区的莎车县建造清真寺的工匠们不约而同地将佛教风格的莲花瓣造型设计在窗框和穹顶。常见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藻井，同样勾勒着信仰者的至高之处。它是中国建筑美学中重要的标志性符号。伊宁的陕西大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回族阿訇在祈祷时会使用念珠，这一形式正是中国伊斯兰教与佛教之间的互鉴互融。在早期新疆的佛教艺术遗迹中，佛的形象还保存着深目高鼻的胡帽。随着时光的流逝，
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愈加深刻，中国化程度愈来愈深，其形象便转变为中原地区人们普遍的外貌特征。历史的轨迹已然证明，任何宗教要在其所在的社会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就需要不断地适应这片土壤。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在数百年间逐渐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包容、所融合。伊斯兰教主张的它的价值观就是善良，道教呀、天主教呀、基督教呀等等，他们也是主张和平团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个宗教全部是一致的。历史上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选择性吸收，伊斯兰教从来没有影响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的追求，也没有改变世俗生活中的文化本质。中国的一个特点，政教从来没有一体过，一直是分离的，而且行政的权力、政权的权力一直高于宗教权力的，这个是在中国一个传统。如今，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正以中国人独有的智慧，用各种方式去除宗教极端思想，远离恐怖和哀愁，让大善与大爱的信念重新回归。这份美好的祝福，这份生灵的祈愿，仍将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延续，生生不息。